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，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不管简单或困难，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。那菲律宾书里面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我想有的时候让神来带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梦想，是强而有力的，是可以实现的。让我们一起唱给梦想一双翅膀。Amen.
亲爱的天父。